近杜琪峰执导的电影《三人行》还没上映，就已经引起了众多的关注。不仅是因为电影有赵薇、古天乐、钟汉良这三位颜值加演技担当挑大梁，还因为这位著名香港导演的历年影片，那可都是一代人的情怀所系呀。近日，杜琪峰导演带着他的作品走进北大，与众多学生畅聊电影，可是曝光了不少片中内幕呢。话说，你们见过现场没有剧本的剧组吗？这杜琪峰导演可就是这样一位大神。众多演员不仅控诉他不给剧本，拍摄现场他更是把编剧游乃海给逼疯的节奏呀。乃海在一个电影里面三个月里面，他好像快死了，每天都快死了。我说你拍完才死了，你真的不要死。当时他还没死啊，放心。他一直都没死。据说这电影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长镜头，并不是后期做出来，而是演员演出来的。看来导演这不仅是活活逼死编剧的节奏，这是连群众演员都要逼疯啊。活动现场放映的纪录片可是记录了这经典的一刻。